我跟这位主播报告一下，这个颜色叫做 TMD 王美色，知道吗？王美色。搭上我的黑发就叫做 Black Pink。怀孕了是不是？先礼后兵啊，先礼后兵，小心小心。我想问一下思嘉，因为其实呢，我们艺人呢最喜欢去 Google 别人的名字在上面。那我就 Google 了思嘉，然后发现他出来的新闻呢，都是王思嘉跟谁谁谁吵架，王思嘉跟谁谁谁闹翻，王思嘉骂谁谁谁是绿茶婊。我就想问思嘉姐，你有这么多的时间，你为什么不花时间去对社会做点好事，却一天到晚要找别人吵架？被杠杆龙这样讲，好像有点怪怪的哈。对不起，我不对孕妇出手。来，好评来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今天的飞行评审王思嘉出场。金牛座的他，敢怒敢言，常在个人的 YouTube 分享爱情观。金句连发的 Punchline， 对身处迷茫的人来说，无疑是一盏明灯。身经百战的他，也可以说是一本恋爱教科书。看到我们今天飞行评审姿态非常高的感觉，来，思嘉姐现在紧张吗？一点都不紧张，一点都不紧张。你期待待会他们会对你做出什么样的事情？我只希望他们可以顶得住我的反击。哇，非常期待。我们接下来就邀请攻击方和防守方的辩手就定位。思嘉姐，你觉得帮你说话这两位给力吗？如果两位没有事的话，可以先回去了。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，拒绝救援，申告是真的可以回去吗？麻烦派两个身高比我还要高的出来好吗？没有人了吧？有有有，我没有了。还有徐新阳，不好意思，丑的我也不要，谢谢。丑的也不要。思嘉姐对自己已经是信心满满，觉得可以一比重，没关系。我女儿睡了，谁要来这里啊？那我们接下来准备好的话，五分钟倒数计时。请开始。这边想要请问一下思嘉姐，请教一下，听说你拍过九部的电视剧、两部网络剧、一部电影，还发过五张专辑，请问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你拍了这么多的作品，但是现场没有一个人知道。来来来来，我来我来，陈大天，这种卡小交给我就好。大天，如果连你都有小英姐这个干妈帮你出200万。几个干爹关你屁事啊！陈大天每一首歌我也都知道，他点阅率也没差呢。其实不是200万呢，是大概1800万。下去。思嘉姐，大家都知道王思嘉什么都不会，只会炫富嘛。买一堆包包，买一堆鞋子，还在育儿房花费了50万。你怎么不花一些钱在你脸上啊？花钱在脸上。Hello。我跟你最大的不同就是，我是演艺圈第一个要花那么多钱让我自己不要那么漂亮的人。哦，脑袋有问题，是不是不需要？你还有要问吗？没有，请下去。思嘉姐，我觉得呢，等一下你叫我什么？思嘉姐，思嘉姐，思嘉妹。我觉得呢，就是呢，平常都说自己很时尚，但其实你的时尚很单一，不是满满的 logo， 就只有粉红色。以你的年龄，我觉得应该可以找到更适合的穿着。By the way， 我觉得你今天穿的很像荧光棒。荧光棒。我跟这位主播报告一下。这个颜色叫做 TMD 王美色，知道吗？王美色，搭上我的黑发就叫做 Black Pink。哇塞！换我来，怀孕了是不是？先礼后兵啊，先礼后兵，小心小心。我想问一下思嘉，因为其实呢，我们艺人呢最喜欢去 Google 别人的名字在上面。那我就 Google 了思嘉，然后发现他出来的新闻呢，都是王思嘉跟谁谁谁吵架，王思嘉跟谁谁谁闹翻，王思嘉骂谁谁谁是绿茶婊。我就想问思嘉姐，你有这么多的时间，你为什么不花时间去对社会做点好事，却一天到晚要找别人吵架？被干。
干葛龙这样讲，好像有点怪怪的哈。对不起，我不对孕妇出手。来，好评来。好，我对孕妇出手。哎，不是，你对孕妇出手真的是没水准。你要知道，思佳姐就是赚钱赚得很快嘛，所以她有时间跟人家吵架，哪像你还需要找一个假的富三代。哇，假的富三代。我没有讲，我没有讲。发现验孕棒两条线，还迫不及待放到网络上面，想要抢业配啊。竟然还有，你还有啊，王思佳，整天上网炮轰绿茶婊嘛，对不对？嗯哼，很厉害，那个用字遣词非常非常的精准。你是在抄袭当年骂你的话吗？在这边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，我很快就要推出微乳绿茶加赖点，还可以打八七折，像你这种八七最适合点。推销，好好。让我来，还有人敢？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今天凭什么来当大来宾啊？你不是应该跟我们来当选手吗？没错，大铁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呢。哎，是。我其实不跟比我丑的人吵架，我怕别人以为是我在欺负他。哦，就这样，真诚的攻击，人身攻击，真的完全没有作用哎。真的，请问你，真的，你这是应该当主厨啊，在这边干嘛？只要讲出来的，其实我敢投票，对。思佳姐已经解决掉了啦。好了，我们都攻不过了，攻不过了。还有问题吗？不然让桃子姐来发问。桃子姐，请说。不用的锅。没有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怎么那个攻方啊，他们跑到王思佳旁边的时候都矮了10公分呐。对啊。我觉得浩龙你看起来特别矮，你是不是在害怕？没有，我就长得很害怕，天生就害怕，害怕，害怕点。所以思佳今天，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胜任。你可以看到这个，他们在这个辩论的过程中，谁的火力不足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可以点出来，好好训他们一下。没有问题，反正刚刚 diss 我的人，我都记住了。节目变出大明星，变出大明星，对对对，他们也是被迫，在那边，对，没什么，他从头到尾都最后一个。他穿像紫菜蛋花汤一样都没人讲。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啦，因为刚刚这四个都蛮假惺惺，说思佳姐都是节目效果，陈大天跟贺龙的真心我都看出来了。哎，对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包厢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杯就和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10周年十全十美，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